立正，站立，请坐。哇，咱搁来继续啦吼！我知影各位也足辛苦的吼，啊，昨昏安尼坐到即嘛吼，啊，可能暗时嘛困袂好势吼，我这蒙床可能顶酷酷的吼，迄种房啊咧吼，可能嘛困袂好势，啊，困无几点钟，我看的时间吼，我七点啥物着食饭，啥物八点上课，哇，那上过忝也到啦吼，诶、欸。少年可能无去吼，像我这老岁仔吼，可能无法度咧，嘿。啊，即摆要来介绍吼，我想来讲过一下吼，因为我过去是学建筑的建筑师吼，啊，我伫91年转来台湾吼，迄当时乌名单也未解除，我1991吼。我是瑞典有瑞典籍啦吼，我摕这个瑞典的护照吼，我调工飞去东京，要签签证吼。啊，伫东京，签证阁未歹签咧吼。伊甲问讲，啊，你有机票无？我无咧。伊讲你去买机票了吼，啊，签证就要付我呢。我讲我赞啊，买机票了简单啊，钱付就好啊咧吼。我就去拼去买机票，啊了就签证给我。我就摕这个签证呢，无我无随飞啦吼，因为拄啊拄着日本的过年，我足闹热的吼。啊我日本迄个所在30年毋捌去吼，我感觉真欢喜吼，啊想讲来过一下日本年吼，啊甲转去，结果飞转去甲桃园呢，我冻掉了啊！哦，啊，冻条就是讲我护照互伊吼，电脑输入嘞无问题，啊，输迄个我生时几月嘞吼，电脑开始试嘞试嘞做记号啊，就是讲即个是黑名单的吼，啊，所以伊就通知迄、那个因的上司就对了，上司都也未到，我过关无办法过嘞吼。啊！上次来远就甲叫郑先生来，我讲啊，伊哪知影呢？我就甲讲啊，歹势啦，啊，这签证吼、哦，行政疏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袂使啦。我讲行政疏忽是领导的代志啊，我这本护照是真的呢，啊，你签证嘛真的啊，那袂当入来。伊讲歹势嘞，袂当入来嘞，就无要发入来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伫机场甲挡到4-5点钟吼、哦，啊，你要派迄、那个。4-5个少年嘞吼，啊穿迄个皮的夹克吼，裤裆甲卷起来吼，伫机场甲卷起甲飞机顶，啊佫原机甲送转去东京嘞吼，好啊，我是非常受气嘞吼，我脚踏伫家己的土地啊吼，啊这是阮家阮的故乡，啊那袂当入来，吼，好，我就讲安尼好，安尼我要用家己的办法转来吼。啊，所以我伫1991年的这个6月，啊，我就转来啊咧，我就等桃园机场就入来啊咧，佫无代志咧，就过关啊咧吼，但是是别人的护照啦，唔是我护照，吼、哦，摕别人护照过关，啊，所以了呢，过几天我就开记者招待会，我讲我回来了，哦，你要找我，要安怎找我呢？吼、哦，我是讲这应该无代志咧吼。回来家己故乡哪有做？无做啊！啊，但国民党吼、哦，伊就是有种种的办法啦吼、哦。结果伊用迄个违反国安法偷渡入境甲起诉，吼、哦、啊！结果呢，法院甲判1年，普通只海外黑名单吼，拢判5个月、6个月，一颗罚金，啊，无代志啊呢？我有代志咧。啊，主要是我若要甲算这条刺账的案件吼，因为超过30年的追诉期，伊无法度甲算这条数啊，啊，所以甲算偷渡的数，甲判1年。我想讲，敢会关啊？结果一年嘛，甲来关呢。所以伫台湾，我去要关1年。伫美国判5年，关1年10个月哦。台湾甲判。一年安尼关365天安尼吼，啊，迄当时
判一年，政府甲判两年，是安怎讲呢？迄当时的国民党法律就是讲，你刑期那两年吼，啊，你坐满一年就当加刑啊。啊，你那刑期一年，你还坐满一年啊呢？啊，所以政府甲判两年呢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伫台湾可以关一年，啊，关一年以外吼，佮、哦、关三个监狱呢。哦，我伫台北土城关过，啊，土城吼、哦、含即、這个一个重刑犯吼，杀、哦、人的关做伙，啊，我会抗议咧，讲我即一年的轻刑的，你含重刑犯关做伙，哪有即款代志？袂使，我讲你甲找一间个人房吼，敢、哦、若关一个人的，伊讲袂使呐，阮遮嘛无房间咧，啊，敢若关一个人吼，啊，你若自杀，伊嘛麻烦咧吼。哦我靠呀！我自杀要创啊！哈、啊，所以伊就甲找一个所在，伫高雄燕巢一个所在哈。伊讲遐有所在，你要去无？讲好啊，即一个人关一间较自由站啊。啊，结果甲算伊高雄燕巢好，一间偌大间个呢？伊普通关十几个人个哈，一间。但是地板有较歹啦，吼，地板拢烂烂啊，吼，搭落有当个立落迄种啦，吼，啊，伫遐关几个月了，吼，哎，我听讲刑期呐一年内底的人吼，会使称伊叫做外野监了，对，外役监啦，吼，外役监，什么叫外役监？伫监狱内底吼，无围墙的啦，吼，啊，佮有周休二日的啦，吼，你。拜六礼拜会使请假出去的吼，啊，佮你某囝会使入来安尼吼，迄做外衣间啦吼，哦，啊，这袂歹哦，啊，着罔请安尼吼，啊，结果有准啦吼，嘛去外衣间着伫台南的山上乡啦吼，所以我伫台湾了三间感觉拢坐过了对啊吼，啊，我即摆着是，我倒来1991年吼，啊，九二有一个。二二八技能比的设计比赛哈，啊，迄、那个我有参加哈，啊，当时海内外的作品哦，将近300件，啊，我甲我一个同学参加这个设计哈，啊，阮摕到首奖就对了，第一奖啊哈，啊，即马伫台北市新光园迄个二二八技能比，啊，就是我设计哈，啊，但是我建筑即马差不多。6-7年我就退休无做啊吼，我即马换跑道吼，啊变做画家吼，我即马专业的油画画家啦吼，啊我即个差不多2年前伫台南有一个个展吼，才有一挂说明啦吼，等下遐有一挂资料大家通睇吼，啊今年我伫迄个孙文纪念馆吼。我那有一个优惠个店吼，即张吼，遐我那会当看吼，有介绍我的物件吼，啊，我的住址、email、电话拢伫内底吼，会当联络安尼吼。这是大概自我介绍吼。啊，等下要食饭的时候，边啊吼有200图，迄200图就是我的优惠啦吼。啊，伊价钱毋知标出来袂啦吼，有标一个价钱。啊，那卖出去吼，这个钱呢，要捐哦，这个民政府安尼吼，有200图啊，大家使欣赏一下安尼吼。啊，即马说咧，咱来进入去正题啦吼。啊，我即马要讲的，就是讲，咱知影台湾呢，伫1895年有一个马关条约，日本叫做下关条约吼，啊。清朝呢，打输日本呢，将台湾割予日本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《马关条约》，各位若有研究吼，啊，就有看过迄个条文吼，真清楚，就是讲清朝将台湾的主权让予日本，吼、哦。啊，《马关条约》就是清朝的皇帝卡米纳，啊，日本的皇帝卡米纳。这个条约确实较有成安尼吼，啊，即卖就是讲，这是1895年吼，啊，咱在
1952年的这个旧金山合约吼，伊内底安那讲呢？就是讲日本放弃对台湾的所有的权利要求，啊，并无讲主权啊。意思就是讲，日本将伊的这个对台湾的管辖权让出来，啊，要让啥呢？无啥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就讲。咱若看《马关条约》，啊，甲看《旧金山合约》，就真清楚啊！吼，《马关条约》就讲你的主权转让予日本，《旧金山合约》就讲日本放弃伊的权利，啊，权利放弃了啥，拢无讲啊！吼，这就是讲咱知影吼，啊，不动产的买卖，吼，一定要有一个所有权证啊！啊，这个所有权证，你若讲这个所有权证你无爱。你要转让给别人，要转让给恁囝的时阵，这个名要换过啊。你要有一个对象，哦，我要转让给什么人？哦，这个移转呢，才会成吼、哦。啊，你若无的时阵，就变成做你无所有权，你有使用权。哦，啊，所以即马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，还是蒋介石集团呢，伊对台湾无主权。伊有这个管辖权，哦，伊无主权安尼吼，啊是安怎呢？1920年到今嘛吼，2011年吼，已经将近要一个世纪啊吼，咱台湾问题呢，啊佫无解决安尼吼，啊所以这是我一直伫头壳内咧想讲，啊到底问题是出一堆安尼吼。经过这么久，这么多人的牺牲打拼，是怎么台湾还没法度，变成了一个国家了。1920年代到现在，咱知道1920年，日本时代，在东京有一个新民会，这就是和这个1970年代、1960年代，台湾在美国的留学生啊，组织同乡会，同一个意思吼、哦。啊，在日本东京一挂留学生吼，啊，组织这个新民会啦吼、哦。啊，1921年吼、哦，啊，咱拢捌听到吼、哦，台湾文化协会啊，这个、领导者呢，蒋渭水先生吼、哦。啊，台湾文化协会在迄个时阵呢。全台湾四界吼，啊，举办演讲会，啊，主要是要提升台湾人的一挂知识水准啦，吼。啊，1922年呢，有一个叫做台湾议会基层同盟会吼，这是日文啦，吼，啊，所以读起来袂讲足顺吼。啊，这是林献堂先生吼，啊，所领导的一个会吼。啊，主要是要争取迄个年代台湾人参与日本的这个政治，吼、哦，台湾人无多参与政治安尼吼。啊，咱知影林献堂先生伫迄个年代呢，对台湾的贡献吼非常大，吼、哦，伊是台中武芳的人，吼、哦，啊，当然伊这历史真长啦吼、哦，台中武芳可能即中部。有来人知影吼，过去迄个地动吼，伊即个林家的祖厝差不多拢倒吼，啊，即马去修理恢复起来吼，吼、哦、真大一个祖厝安尼吼。1926年呢，有一个台湾农民组合吼，啊，即、這个甘杰调岗吼，啊，是即个领导者吼。啊，即个拢伫屏东高雄迄方面诶，农民组合起来吼、哦。啊，迄当时农民主要呢是种甘蔗，吼、哦、啊，甘蔗呢做糖啊外销安尼吼。啊，农民种甘蔗受到迄个火社诶剥削吼，啊，所以有即个农民运动安尼吼。啊，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分裂吼。哦啊，文化协会有所谓的啊右派、左派安尼吼，
啊，即个比较比较右派的人分了了，组织一个台湾民众党，哦，这是台湾历史内底第一个政党，哈、哦，台湾民众党，哈、哦，啊，1928年，哦，台湾共产党第一个上海成立，哈、哦，啊，1930年，哈、哦，有一个台湾地方自治联盟，哈、哦。啊，这嘛是林献堂先生、蔡培慧先生吼、哦、领导的安尼。无电脑的款呢？1920年代，即个社会运动吼，伫迄个年代啦吼，主要要争取参政权，啊，对日本政府争取参政权，并毋是讲要要求台湾变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吼，因为迄当时呢，主要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吼，啊，台湾人有日本籍安尼吼，啊，伫即个。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吼，真侪人啦吼，伫遮我是几几个人尔吼，遮真优秀的遮台湾前辈吼，啊，因为运动关的领导台湾人呢，互日本政府呢啊判刑啊，甚至呢抓去关的吼，啊，遮人吼，啊，遮人拢非常优秀啦吼，比如讲这赖和医师吼。伊是中华的一个医师，啊，这个杨贵吼，是一个文学家吼、哦，真杰出的文学家吼，嘛、哦、是照样来关吼、哦。啊，1934年吼、哦，啊，有一个大洋展啦吼，这是因为我本身艺术吼，啊，所以特别提起这个代志吼。1934年，就是早期的咱台湾一挂迄个前辈画家啦吼，也拢足有名画家吼。啊，因的作品呢，要有名，一定要送去东京吼，啊，参加日本的特展，啊，受日本的这个啊，迄、那个评审员吼，的评审了，啊，那得奖哇，啊，都有名起来吼。啊，因认为讲，啊，做一个台湾人。是安怎？台湾人的作品呢？啊，送到东京，受日本人的评审吼，咱家己来评，咱家己的图就好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伫1934年吼，啊，因就创立这个大洋展吼。啊，这就是迄个台湾文化艺术主体意识吼，一个真具体一个表现啦吼。啊，这内底呢，这个陈德基呢？应该是爱挂符啦吼，无伫内底，因为陈德基先生吼，伫1931年就过身啦吼，所以就袂赴来参加这個大洋展吼。但是遮个人呢，大部分受着陈德基先生的照顾啦吼。啊，这个人是实际的人吼，啊，因厝就是讲较富裕啦吼，啊，早期有法度。从事艺术吼，一定是家庭环境较好，吼、哦，无啥可能啦吼。伊、哦、当时个观念嘛是讲啊，我囡仔来学医生，做医生，做律师吼、哦。你讲要做画图家，也袂使吼，足侪拢安尼吼。啊，所以真侪人拢逃走去日本呢，啊，甲爸母讲伊要去读医生吼、哦，结果拢毋是，走拢去咧读画图安尼吼。真侪人拢安尼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甘水龙先生捌伫迄个成大啦，前身叫做工学院，台南工学院吼，伫遐教过册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廖继春、陈林波因遮吼，伊即摆因个图伫国际上个拍卖会吼、哦，
说着说北图尔吼，几若亿呢？可见吼，因遮人伫迄个年代吼，伊艺术的成就吼，都已经非常非常吼，值得咱佩服啊！吼。啊，1941年吼，就是即个太平洋战争结束，开始吼，包括太平洋战争，啊，日本去轰炸美国的珍珠港吼。啊，咱知影四控年代、三控年代吼，台湾这精英呢，大部分拢去日本留学吼，去日本读册。啊，但是战争爆发呢，真侪台湾人拢转战中国的华北。啊，因为日本伫中国华北吼，成立一个满洲国啦吼。啊，伊满洲国这个国家需要足侪人才吼。啊，所以日本诶，台湾人真侪拢走咱遐去，特别是医生吼，足侪个医生走去遐吼。啊，但是因去到中国了后呢，毋敢讲因是台湾人，吼、哦，彼此呢拢讲因是白痴啊吼，做暗号安尼讲拢伫台湾来的吼。啊，所以会使讲诶嘛，真悲哀啦吼，毋敢讲咱是台湾人安尼吼。啊，无法度去日本诶南边怎？哇！这些人就给日本呢定调呢去南苗作战、哦啊、结果死在南苗的作战啦、哦、咱知道这个一个作家叫做李桥苗栗人他、哦啊、有写一个寒夜三部曲就是写这个台湾人征调、哦、去南苗作战、哦啊、在那里战死在南苗、哦啊，这无偌久以前嘛，战争已经结束足久啊吼。伫南苗参加作战的人唔知影，伫树篮内底唔知啊。结果战争结束遐久啊吼，伊才知影讲战争结束啊吼，啊，才回来台湾吼。啊，这就是有一个原住民吼，叫做什么辉啦吼，啊，迄、那个战争了十几年才回来。啊，李光辉哈，哎、哦，就这个情形哈、哦。啊，1945呢，台湾日本战败哈、哦，咱伫受到国民党教育，拢讲哇，日本战败啊，哎啊，台湾拢无讲呢，哈、哦、啊，所以真侪少年人唔知讲，哎，迄当时呢，1945年，台湾嘛是日本的领土，哈、哦、啊，所以。日本战败，台湾嘛是战败安尼吼，啊，但少年人无了解吼，啊，我捌收到 email 吼，一个少年甲讲，哇，日本这个啊太平洋战争的时阵吼，因伫台湾的厝吼，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啦。讲哎、欸，你讲对啊唔对？你当时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哪有可能日本飞机咧炸台湾？啊，所以就是。无了解哈、哦，啊，所以1945年战败了呢，伫中国即台湾人诶所谓祖国派哈，因、哦、就要返来台湾啊，要来接受台湾安尼哈，啊，无疑个呢，两年后就是228哈、哦、大屠杀来发生哈、哦，啊，所谓的祖国派也忘嘴哈。哦啊，嘛是因为这个大屠杀，台湾人啊开始吼、哦、有这个台湾独立的这个想法啦吼、哦。啊，这个228事件呢，和台死的吼、哦，真多啦吼、哦。照这个George Kerr咧讲，伊是讲差不多20000人啦吼、哦。啊，真侪人讲唔领啦吼、哦，应该是佫较济啦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唔知影迄当时的户口吼。哦啊，无讲真清楚吼、哦，啊，掠人、断人根本拢无记录吼、哦，所以确实的人数吼、哦、真歹讲啦吼。啊，即拍无死的人要安怎呢？走啊，走路啊，吼、哦，像即个贾雪红、杨克红啦吼，因、哦、是即个台湾的共产党吼，因、哦、就走人中国去吼、哦。啊，即、这个廖文杰、苏明。定定哈、哦，走去日本哈、哦，啊，伫日本啊，开始这个独立运动啦哈、哦，啊，贾雪红
这个女性，台湾女性哈，啊，真无简单哈。伊本身是台中人啦哈，啊，伊是出世的从未来未开的一个养女，吼、哦。咱知影台湾的养女，哪有可能让伊去读册？无读册啊，吼、哦，啊伊嘛家己自学就对了哈、哦，啊，变成做台湾的共产党，吼、哦，啊，到尾嘛上伊个苏联的莫斯科大学，吼、哦。去受教育安尼吼，真无简单诶一个台湾女性啦吼。啊，即、這个廖文月先生啊，云林西丽人，西丽诶廖家吼，即、啊、毋知有云林诶无？嘛是真大族啦吼。啊，廖文月因即家吼、啊，出差不多五六个美国博士，哦，真优秀哦。啊，廖文月本身是美国的这个化工的款化工博士吼，啊，伊就伫迄个年代吼，1950-60年代鼓吹台湾爱独立，啊，联合国爱托管台湾吼，啊，所以国民党当然无容忍啊，要甲掠啊，啊，要掠掠袂着，人伫日本啊，要哪掠别人啊，掠因兄弟啊。连兄嫂啊，连兄哥的囝啊，总掠就对了吼。啊，廖家的财产总没收，哦，安尼有承认无？啊，廖逼廖文月，你爱回来台湾，你若无回来吼、哦，你这亲情判死刑、枪杀。啊，所以你若是廖文月的时阵，你要来做这个决定，哦。可以说是天人交战啦吼，伊的理想是台湾要独立啊，要打倒国民党啊，啊伊若坚持落，伊这亲情要枪杀啦，爱变安怎？所以不得已吼，回来台湾，吼啊回来台湾当然是掠去这人减刑，有诶放出来一寡部分的财产刑伊吼。啊，廖文月呢，甲派去石门水库去顾迄个水库呢，吼、哦，一个博士呢，吼、哦，去顾水库呢。啊，我头无偌久以前有参加廖文月兄哥的一个囝，叫做廖书豪的告别式。啊，这个廖书豪吼，伫、哦、东京出世的，真优秀的台湾人吼、哦，啊，本身是读文学的。啊，真爱这个音乐吼！啊，因为廖文月伊阿叔的关系，伊嘛参加台湾独立运动啊。结果国民党个抓伊判刑啊，判死刑，死刑变作无期徒刑，无期徒刑变作三四冬吼、啊，啊，到尾放出来，啊，廖嘛是真低调来过身吼、啊，啊嘛真侪台湾人拢袂记啊，拢个袂记吼。这么大的牺牲、哦啊、台湾人不记得这样、哦、所以是真不好了、哦啊、1949呢、哦、刚才我说就是说中国内战、啊、共产党打赢国民党、啊、打输了哪走路啊，走路要走到、啊、走来台湾刚才、哦啊、美国帮忙这个中国人说、啊、流亡来台湾，因为1949年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啊，伊是中国的一个集团吼，啊，流亡来台湾吼、啊，这和达利喇嘛相共吼，但西藏流亡去印度共意思，哦、啊，伊是流亡来台湾，啊，所以蒋介石甲伊的集团吼，甲国民党吼，伊两个性质啦吼，第一个性质就是讲1945年。伊受到民军马卡萨的第一号命令，占领台湾。哦，唔是光复台湾，吼、哦，伊拢甲咱讲光复台湾，唔是，伊是占领台湾，吼、哦。伫迄个当时的啊，因叫做中山堂，台北中山堂啦，吼、哦。有一张相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接受台湾的相片，吼、哦，内底有五支旗啊，有苏联。有法国、有英国、有美国，啊，還有中华民国五支旗啊，那是民军来占领
台湾啊，蒋介石是代表尔尔吼。啊，伊讲毋是伊占领台湾，伊接受台湾吼、哦，其实无影啦吼、哦。啊，过来1949年呢，蒋介石走来台湾的时阵，伊毋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呢，中华民国总统是一个代理总统，叫做李宗仁。哦，伊是1949年伊下野哦，伊含中华民国无关的一个平民呐、啊，伊走来台湾呐、啊。但是过一年1950年哈、哦，伊讲无啦，伊就要阁倒转来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啦哈。伊随在伊讲啊，啊，所以就1950年台湾阁挖起来哈，伊、哦、因叫做复兴四世啦哈，阁、哦、挖起来哈、哦。啊，所以1949伫中国。已经被灭亡的国民党哈、哦，在1950年在台湾阁挖起来，哈、哦，变做这個情形哈、哦。啊，1950、1960年代，哈、哦，一个白色恐怖啊，非常的惨烈哈。啊，一挂人都唔敢出声，哈、哦，啊，有诶都逃亡去海外哈、哦。啊，1952年，有48个国家开始签这个。旧金山合约，吼、哦，有48个国家，这48个国家内底咧，无中国，无中华人民共和国签字，啊，无中华民国签字，拢无吼，啊，所以，因无法度来要求讲台湾是因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1950、1960年代，吼、哦，真侪台湾人早离开台湾，吼、哦。啊，去日本、去美国，从事独立运动，哈、哦。啊，1956年，啊，伫美国成立上早即个 Free Formosa， 哈、哦，叫做3F 啦，哈、哦。啊，迄阵是叫做费城，哈、哦、，Philadelphia， 哈、哦，有5个真杰出的台湾人，哈、哦。啊，即有诶过身啊，有诶已经倒来伫台湾啦，哈、哦。啊，1957年，啊，台湾开始所谓的地方选举，哈、哦，啊，都有这个省议会，有一个5虎将，哈、哦，啊，咱知啊，李元基、郭国基、53年、李元捷、啊，郭友新，啊，这种王兴啊，哈、哦，啊，5虎将内底有1方啦，哈、哦，就是嘉义的这个柯世贤，哈、哦，啊，1964年，哈、哦，啊，咱知啊，潘明明先生。甲伊两个学生吼、哦，啊，有发表迄个台湾人民自救宣言，啊，这宣言内底是讲反共大陆无望论啦吼，伊讲反共大陆是无望啊吼、哦，啊，台湾要有出路，就是爱变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吼、哦，啊，1964年这个年代呢是白色恐怖的时代，啊，你话讲。反共大陆无望，啊，即抬头做呢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迄当时敢安尼讲，佮敢写做文字，迄是要有真大的勇气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结果即个宣言伫印刷厂呢，啊，都互去查着了，互没收去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即除了以后是有流出去外国啦，吼、哦。啊，1970年，吼、哦，原来是一个真啊真济代志的年代啦，吼、哦。1970年初，就是迄个世界大都联盟的成立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个主席、副主席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蔡东阳、张灿龙，吼、哦，拢即摆拢倒来伫台湾，吼、哦。啊，赖文良嘛是伫台中，台中是伫台北，吼、哦。啊，即、这个、我本人啦，吼、哦。哦，啊，1970年就是潘明明先生呢，因为自救双言，啊，和迄个 house arrest， 哦，甲软禁，哦，啊，关在因家，哦，袂使离开因家呢。结果呢，1970年，伊走离开台湾去到瑞典。哎，哦，国民党软禁，啊，你有法度逃离开台湾，走去到瑞典，厉害呢。哦，伊是安怎走的？吼、哦，
伊个册有写吼，伊走离开安那离开呢？伊就是互关伫因家门吼，啊，伊就逐日拢徛伫伊个客厅吼，啊，客厅有一个大片个玻璃，啊，因为因家拢有植物咧监视啊吼，啊，伊就调光徛在迄个窗仔遐，互植物看呢吼，啊，伊就开始流喙手，流长头毛安尼。啊，吹就流安尼，呼呼呼哈！啊，有一天呢，一个美国人也是福州的啦哈，来个拜访安尼哈。啊，结果呢，这个福州的就变作彭明敏先生啊，啊，彭明敏先生变作美国的迄个福州的哈、啊，这个美国的这个传教士哈、啊，变作伊徛伫窗仔边遐哈。啊哦，特务看呢，我哎，啊，就平平先生还佫伫嘞吼，啊，结果平平平先生伊就溜出去啊，吼，啊，坐船偷渡去香港，啊，但香港坐飞机啊，飞去瑞典安尼吼，啊，所以人飞到瑞典的时阵，啊，这个那个监视的这个人吼，我报告还佫继续写吼，啊，伊还佫伫因家安尼吼，逐日。几点啊？几点拢徛伫遐呢？吼，啊，结果人无伫遐吼，所以我真厉害啦吼，有法度安尼吼。啊，1970年吼，啊，就起种案件。啊，71年吼，就是讲蒋介石直接代表吼被驱出联合国。啊，这点咱爱观念嘛清楚吼，咱国民党拢甲咱讲。啊！中华民国被赶出联合国，唔对，是蒋介石直接代表被赶出联合国。中华民国有缘呢，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，但是伊的名呢，由中华民国改作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迄是政府名的改变吼。啊，中华民国还搁伫联合国内底吼。啊，所以拢甲咱骗讲无中华民国赶出，毋是吼、哦。所以咱一个台湾人讲话要重返联合国，要转去联合国，用中华民国的名，会袂通啊，袂通啊。到阿扁啊迄站，嘛是讲要转去联合国吼、哦。结果伊张批呢，虽然内容写台湾吼，尾啊签字嘛是写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。结果就被人退倒转来啊，哦，所以中华民国并无被驱逐出联合国，是蒋介石哈。啊，75呢，啊，蒋介石死亡了哈。啊，77年，这个中央教会发表一个人权宣言哈，要求台湾变成做一个新、个独立的国家哈。啊，1978年，啊，蒋经国。继续呢，独裁统治台湾。啊，79年咱知影吼，高雄美丽岛事件，啊嘛，这个事件，这个中华民国甲美国开始断交，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甲中华民国断交。啊，因为断交的关系呢，美国承认，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。啊，这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，吼、哦。啊，现在美国国会有法度通过一个国内法，和台湾发生关系呢？因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，台湾若是国家的时阵，吼、哦，美国甲台湾都应该有签迄个条约，不是迄个台湾关系法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台湾关系法内底呢？讲啊真清楚，就是讲197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呢，1979年以后，伊个叫做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， 伊是台湾的地理统局，吼、哦，伊无要搁个叫做 ROC， 还是中华民国，所以中华民国伫世界上啊正式消灭了，无这个物件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台湾。不是一个国家啦，哈。啊，过79年，哈，这个咱知影，1952有一个日华条约，这就是日本
啊，甲中华民国签一个条约，啊，这个条约讲，伫台湾的台湾人呢，被视作吼，英文是叫 deemed 吼，被视作是中华民国籍，哦，变作1952年以前，伫日本时代出世只个日本籍个呢，1952年个立法条约呢，佮讲。这些人变作吼，该看作是中华民国籍了吼，这是1952年。但是到1979年呢，日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所以立法条约失效，吼，啊，失效了呢，被视为中华民国籍的人就变无籍啊，吼，啊，所以到目前呢，照讲咱。啊，拢无国籍，吼、哦，咱无国籍。哦，啊，1986年，咱知影吼，啊，民进党成立，哦，啊，八七戒严，吼、哦，啊，虽然戒严戒毒，吼、哦，啊，1987年照样掠人，吼、哦，啊，1989年，哦，李南明先生啊，自焚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都要小可讲过，吼、哦。但1988年了啊，吼，伫美国海外即个从事台湾独立运动的人，吼，啊，陆陆续续拢转来台湾，有的是偷渡转来，有的正式转来，吼。啊，转来了后呢，拢投入去一个选举啦，吼。啊，蔡同元先生即摆立委，吼，啊，即做张灿龙先生，啊，做过台南市市长，吼。陈东山吼、哦，做过县长，啊，过迄个秘书长吼、哦，啊，柯天才、王贤下面遮人吼、哦，啊，过去呢，当然伫海外遮带动运动，过去就是讲要拍倒中华民国一个体制吼、哦，啊，即摆转来调台湾了吼、哦，我煞袂记讲过去要拍倒中华民国体制，大家拢跳落去。一个中华民国体制内底一个选举呢，啊，予中华民国搁较有一个合法性，因为你台湾人都支持个选举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体制继续呢，直直活落去吼。照讲，咱应该是爱抵制这个体制，无承认伊这个体制，伊体制本身都是违法的、无合法的一个体制，吼、哦。啊，1990年。李登辉先生呢，变成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啊啦。哦，1991有一个一百行动联名哈，等等啦哈。啊，一直到这个1996，这个中华民国的第一任的民选总统哈、啊，就是李登辉先生啦哈。啊，2000年哇，啊变啊当选。中华民国总统当然是足欢喜个啦吼，啊！伊当时我嘛欢喜啊嘞吼，嘛走去总统个头前个就职典礼吼，嘛伫底下拍只拍架嘞吼，啊！结果呢，啊边啊执政8年，要正名建国运动无法度，因为要透过正名来建国，这条路未通吼，未通，啊！结果唔了讲未通。啊，变啊，本身嘛是予国民党拍来乌了吼，目前还阁关伫内底安尼吼。啊，最近就是2006年吼，林志升先生顶吼有200几个吼，有告即个美国的犯向美国犯人提出告诉啦吼，伊讲啊你。美国应该根据旧金山合约，哈，美国是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， 哈，是主要占领权国，所以对台湾呢有迄个管辖权，哈，啊，台湾呢是美国的一个未合并的领土啦，哈，这是根据迄个战争法，哈，并无合并的领土。啊，佫毋是美国领土的一部分无合并的，但是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权吼、哦，
根据美国的宪法，被合并的领土顶权的人呢，特别是本土的台湾人呢，应该享受美国宪法保障之下的这基本人权。哦，就是讲应该爱有旅行的证件，爱受到其他的保护。哈，虽然哈，伊无法度参加选举投票。哈，因工作是台湾人，是非公民的美国国民啦，哈，所以爱受到美国的保护啦，哈，啊，所以这个Richard Hutzel 哈，啊，林志雄先生等等哦，这个论述哈，我是认为，但1945年以来哈，第一摆真接近真理的这个论述啦，哈，无人提起这款论述哈。而且这个论述呢，过去甲向美国法院来挑战，哦，这就无简单啦吼。你讲要告美国政府，哎，美国的律师是收美金的呢，唔是收台币吼，这费用啊不只高吼。你无相当的把握，你敢敢去告啥物人吼？这无简单。啊，所以经过3年以后吼。啊，美国最高法院也判决文吼，也经过这个判决的辩论吼，各位若有机会应该爱看吼，辩论内底足精彩哦。台湾的这个地位的来临期望吼，伊这个辩论内底拢有讲吼。啊，这个判官的判决文啊，我是大概一个简要啦吼，伊是咧讲过去台湾伫60几年内底吼。台湾人民都生活在政治联合里面，哦，啊，没有一个一直任职的政府，这政府，哦，啊，没人家承认嘛，哦，啊，在国际社会中呢，没有确定的地位，台湾没有确定的地位，哦，啊，咱知道咱在国际上到底是什么名，没人知道，咱没法说咱是台湾啊，咱拢讲是 Chinese Taipei， 哦，啊，反正中文是中国人的台北，哈，哦，啊，我最近看迄个电视，哈，哦，一个拍迄个 tennis 的，唔是 tennis， 乒乓的，一个小庄啦，吼，姓庄的，吼，或者庄什么，哦，我真欣赏伊嘞，吼，哦，伊拍入去个迄个全世界排名，吼，哦，10名以内的选手哦。小庄吼，哦，真好拍。哎，我最近看过参加中国的迄个 team 哦，啊，伊牌啊写 Chinese Taipei， 哇，我非常失望的吼，哦，伊变作中国人去，我那挖过一遍啊吼，所以台湾人真可惜啦吼，哦，真优秀的时阵，伫伫国际上也无法度当当正正笑讲我是台湾，变 Chinese Taipei。中国的台北，哈，哦，真可怜，哈，哦。啊，个60几年内底是安尼，哈，哦。啊，即卖法院的意思就是讲，对台湾行使主权，这是政治的问题啦，哈，哦。以司法呢无法度来认定讲，什么人对台湾会当行使主权，哈，哦，这是。行政问题不是司法问题，哦啊，所以将这个案呢，就是该到这个所在做案的决定，哦啊，这就是过去哈，2004、2006哈，啊2007啊，美国一再在讲哈，哦，台湾不是国家，中华民国我那不是国家呢，哈，哦，啊，所以。即马讲的台湾问题要来解决呢，就是要透过美国的国会议员提案，根据旧的金山合约，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文，美国，咱来要求美国，要求美国参议员呢来解决台湾的问题，哈，啊，美国袂使个。将迄个模糊政策哈，哦，来继续落去哈，哦。
啊，这就是我认为讲，咱这个啊讲法啦吼，这个论述爱继续直直讲吼，予台湾较侪人来了解吼、哦。台湾若有10%的人口，吼、哦，咱即马真正本土台湾人可能都千几万嘛吼、哦。你若10%的人口有100万好啊，了解这个论述徛出来的时阵。台湾问题绝对会当解决，吼、哦，这是这个人民的力量 ，People's Power 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最近的论述，林志升先生有较修正啦，吼、哦。伊即摆的讲法就是讲，日属台湾的地位是日属美占，日属的意思就是讲台湾的主权呢，啊，搁是日本天皇的手内。啊，但是台湾的管辖权伫美国的手内，所以台湾问题真困难透，真复杂，也是因为这关系啦吼。啊，因为咱的时间吼已经到啊，我阁留三分钟吼，啊，看各位有啥物问题要提出来分享的吼。剩者三分钟，安尼好无？各位有问题哈，啥物问题拢会散哈。啊，若无可能，大家嘛巴肚枵咧哈，准备要食饭啊。若无问题哈，咱是毋是啊？今仔日课哈，到这结束安尼哈。感谢大家，感谢。起立。立正，行礼，下课。